32年前的今天，导师进佛圣宗，刚刚好满32年嘛，1988年，4月11号，现在是4月11号嘛，是吧？一晃眼过去了32年了，从来没想过了，有一天人生大转弯，竟然是，过着这种在寺庙的像出家的日子，因缘所致，庆祝一下。我们现在呢，就下一个念佛三昧，金刚般若呢，念佛三昧。金刚般若呢，念佛三昧呢，我们《金刚经》里面提到了，这个金刚大行三昧呢，大家都，我现在没什么人修，这两天嘛，因为看好了是今天、明天的，大家会来修了。在《金刚经》里面，须菩提就问到释迦牟尼佛嘛，这个经呢叫什么名字啊？应该要如何来奉持啊？什么等等之类的。而且我们这一品才刚讲到嘛，哈，释迦牟尼佛讲说呢，这经的名字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汝当奉持啊。这经名呢叫《金刚般若波罗蜜》嘛，所以我们就称之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嘛，然后简称为。金刚经嘛，金刚般若波罗蜜。那各位以前在我们在念佛法门的时候，最早期的10个念佛法门里面，第5种、第6种念佛法门嘛，一边念九支禅，一边跟礼佛拜忏文，一边跟门规嘛，一起念嘛，大家还记得吗？两个一起。那这个也是一样，这个呢，金刚般若念佛三昧呢，持诵的法门方式呢，就念一声九支禅，那么本师大自在王佛的同时。也念了什么呀？金刚般若波罗蜜，我就金刚般若波罗蜜7个字啊，就另外一个，就南无本师大自在王佛呢啊。同时呢，每一声九字禅里面呢，按照《金刚经》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所受记的啊，能够持诵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如佛塔庙吗？有没有？各位讲，为一切天人阿修罗所因怎么样围绕供养吗？还记得吗？因为这样而开了金刚大行三昧嘛。搭配一下金刚般若呢的念佛三昧，就念一声九字禅。那么本师大在王府的时候，同时心中呢也念了一声什么呢？金刚般若波罗蜜啊，一声九字禅，一声呢金刚般若波罗蜜，一声九字禅，一声金刚般若波罗蜜，一声九字禅，一根棒，又绕三匝起跳，最少呢就三匝奇数，3、5、7、9、11啊奇数，那基本上会是三匝啦。或是呢7匝啦，偶数可以有一个10匝，再来就是21匝，决心这么走呢，就不要停了，就现在开始又绕哦，来，就一边在念一声九字禅的时候呢，就一边呢慢慢念，你没有念那么快，一声九字禅呢，就一声呢，金刚般若波罗蜜，就南无本师大自在王佛，同时呢，一起念着金刚般若波罗蜜，就这样。就一声一声的，就这样子，每一声呢确实练到了，没练到了抢着练也没用，没练到也就干脆就只练了九十禅就好了，就这样，慢慢哈，就第5种、第6种练佛法的时候，一样的哈，跟门规啊、跟礼佛拜忏文一起练的时候一样，慢慢持诵，我们就一句一句呢，一声九十禅呢，一声呢金刚般若波罗蜜呢就一起。基本上大概就是慢慢练的话，就练个3匝啊，又绕3圈，就算很不错了。这修下来应该也要一个时间哈。这个呢完全不用赶，不用急哈，你也可以一边练，一边呢看看风景啊，祖师庙吹一吹啊，它的山峰啊，也可以看看哈。新的大厅住法团，这样子约好，一则以同去次子之心，一则以三邻隐士之心，就这样。很有呢，悠闲之自在啊，这武汉肺炎呢也算是把我们呢影响了。
生活上的运作情形，把这个世界呢改变了一些的互相的互动的方法。但是呢，同样的可以从这边里面找出一些的修行啊，一些身心境界啦、也许我们呢在娑婆世界的运作方式呢僵化太久了，都觉得是这个样子。那改变一下呢，事实上不是做不到，改变一下呢，我们也是可以这么的个生活了啊、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呢，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啊。每天呢不是那么个急急忙忙的，有时候呢可以稍微沉淀一下，稍微呢有这么个一点时间静静的待着。一般没有修行的话，可能待处在房间里面呢，可能无聊了或是呢就看电视啊、影片啊，这是一种方法，当然很好。另外呢，还有就是修行者可能就多了少了那些应付啊，少了那些呢应酬的时间，多了在家里面呢可以怎么样修身养性啊，明心见性一下哈，打打坐啦，练练佛啦，拜拜佛啦，这些也都是不错有时候让自己呢稍微换返脚步啊，重新呢人生呢稍微沉淀一下下。那各位呢，当我们持诵到这边的时候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礼敬三生九世禅跟金刚般若波罗蜜，然后呢这边正对象呢就会看到了圣净土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样给他礼敬，一样三生九世禅啊，同时呢一样含着呢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呢是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面所传授的隐藏式的法门，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汝当奉持就是什么？就是念了只不过呢我们呢各位因缘好修学到佛身大法，知道把九智禅呢法身佛啊的名号，把自身佛性呢的这个名号呢把它给放在里面这么的个来持诵持诵你把呢除了金刚般若波罗蜜，回过头来讲呢，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呢再把它的本体啊，就是呢南无本师大自在王佛呢，佛性就是法性嘛，等于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法性把它拿出来呢作为持诵这就是上品法眼的念佛方法了。你可以说是九智禅，然后呢或者金刚般若波罗蜜来做一个修法，称为金刚般若呢三昧的一个修法。你也可以呢是怎么样娑婆世界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持诵啊的这个修法呢，把它呢隐藏的上品华严佛圣大法，就是呢念金刚般若波罗蜜，但是呢同时呢念了南无本师大自在王佛这个就是看两者之间的你呢是如何的修法都是一样的念九智禅加上金刚般若波罗蜜或者金刚般若波罗蜜加上九智禅都是没有问题的到这边以后圣观音老祖师还有呢这些呢新的住法大家呢也是一样，可以看看这边可以看看那边那边呢就比较稍微平淡一点我们就这么个来好继续。这边的好看在这棵树地上后面的这棵树各位我常常看了这个角度就各位呢现在看的这个角度不要动，你们两个不要动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喜欢看这个角度所以我常常也会在这边抽个烟做什么的，看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又可以看到地上，又可以看到这棵树后面呢这整个树林，然后这边稍微往左看就可以看到圣观音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所以呢在这个角度呢我蛮喜欢，偶尔下面呢又有狗呢不识相的喜欢叫个两声很尽责。今天那一只在叫的是哪一只？看到这几只在这儿了啊，他喂你零食，你现在看不清楚
啊，等一下找他们检讨一下。好，来我们继续哈。哦，就这样。那这边呢有新的啊、哦、大厅驻法团，咱们呢就是这样子啊、哦，心情轻松愉悦的、哦，慢慢的就像是悠闲在山林之中啦，我心尘封呢在山峦之际啊、哦，自自然然，自自然然的哦，清风徐拂嘛。然后呢，万物所及，山林中的灵气，随着你的符号呢，就一声一声的，很舒服了。我想祖师庙现在应该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了，又有山林，又比较宽敞，来了又规定了要戴口罩，然后呢，在这种地方呢，对身体又很健康，又非常之好。散个步了，上个香了，不错。好，那这样我们呢就持诵一圈。那我们呢就讲过哈，总共呢就持诵了呢是三圈，就又绕三匝，轻轻松松了，就是这么绕三匝，绕一绕啊，然后自拍一下什么等等的诸如此类的，就这样来了以后很开心。然后金刚大行三昧啊，各个菩萨呢、佛菩萨呢打个招呼了。这个修法已经知道了，又加上可以再修个金刚般若念佛法门，尤其有修那个金密山的嘛，是吧？金密山的呢，你的往生米啦，不会进水啦，还有你的那个菩提行道沙啦，什么等等这些哈，在你的法身上面需要用到的。我想等一下跟总教师说一下，应该今年就可以开始发放了，所以今天明天呢，各位大家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来领取了，好，到这里了，已满。